这几天啊，我们的记者是一直守候在北京的国家体育总局跳水馆拍摄跳水训练。那有观众就会纳闷了，咱节目什么时候转向体育界了呢？原来啊，是跳水真人秀节目《中国新跳跃》正在馆内集训。那我们可以看到是牛群豁出去了啊，60多岁的年纪拼命练习。那傅艺伟呢，就吓得是待在水边直擦眼泪。快给我们的镜头去看看他们练得怎么样了吧。已经有各路明星都前来这边跳水训练，那么想要知道在镜头面前光鲜亮丽的明星们跳起水来是什么样子吗？跟着新娱乐在线的独家镜头一起看一下。记者来到场馆的时候，牛群已经训练了好一会儿了。正所谓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尽管是在垫子上比划夹巴式，牛群的这个落水动作我们乍一看还真挑不出什么毛病，可却把一旁的教练给急坏了。你再看人家老师这样倒，你一定能够为他一下去。尽管嘴皮子溜得很，但牛群这协调性看起来是真让人着急。反复练习却不得要领，让师傅简直陷入了教学的人生瓶颈。这个老师不会倒的啊啊啊！你在这儿就是也要做这个动作，不动不动不动。看来隔行如隔山这句话果然不无道理。你说那国旗是好，就轻易就上去了，国歌就能因为你就奏响了，那付出的汗水泪水甚至血水甚至这个骨伤什么的，那就你就可以想象了。他是受伤吗？倒不是，就是他拍呀、啊。那一会儿拍肚子了，一会儿拍屁股了，一会儿拍脊梁了，你看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都是。不过见过大场面的牛群当然不会就此打起退堂鼓，就连休息的间隙也鞍前马后的帮着师傅搬垫子，和师傅套近乎，目的是想从师傅那边打探些快速进步的诀窍。既然来了，你的衣服都脱了，回来到时候不跳再穿上多丢人呢，对不对？这么大岁数，您那得太不什么了，让人笑话。那这脱了就不能穿上了，那就得跳啊。其实牛群自己心里也很清楚，横在自己水池称王的最大障碍其实是年龄。我什么岁数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我多大吗？你知道，不要问我多大岁数，请查建国多少年，我永远以新中国腾龄，是吧？建国多少年，我多少岁，是吧？64、65，好快70的人，你要真是说。来的都是70、80岁老头，这我必须，我姓牛我就得吹牛，啊不，这不叫吹牛，就要牛，对不对？那我肯定拿冠军。如此说来，年纪轻轻的韩国艺人训练的难度应该远远低于牛群，谁知镜头一摇过去，这还没下水，只在垫子上蹦两下就有这么难。新娱乐在线记者耐不住性子了，要求亲自上阵替观众体验一把。上了蹦床才知道是上了贼船，看着我们记者在蹦床上各种不受控，牛群倒在一旁乐开了花。真的太刺激了、太刺激了，真的到了。我现在有点得缓一会儿，要缓会儿。你从这上面上来就得缓一会儿、是得缓一会儿。尽管只是在垫子上蹦蹦已经这么进展困难了，那已经到了水池边上的选手们如何了得呀？随后记者便和牛群一同前往跳水训练地，刚一到就目睹了演员高虎一跃跳下7米台，以漂亮的下水动作引发全场欢呼。刚要为这组高水准选手松口气，记者就看到了站在水边的傅艺伟，上前打招呼才发现傅艺伟怎么已经哭起来了呀。原来傅艺伟十分怕水，热心肠的牛群连忙在一旁开解，不过效果似乎并不大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其实站上3米台，刚刚还在那儿安慰傅艺伟的牛群也开始没谱了。你要说不害怕，当然咱对外咱宣传口径就说我害怕这点，当然给你掐了。别说，哎，我必须我要体现我很勇敢，是吧？很有胆量。新闻在线综合报道。